2018款昂科威正式上市，售价 21.99 至 31.99 万。日前，2018款昂科威正式上市，新车共推出7款车型，售价区间为 21.99 至 31.99 万。作为别克品牌全球战略车型之一，新车将采用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，应用别克智能互联科技。同时 ,28T 车型将换装9速变速箱，从内而外的全面升级。外观方面，与老款车型相比，2018款昂科威在前脸部分进行了较大的调整，其前脸采用了新的家族式飞翼格栅，搭配左右两侧的全新造型的 LED 前大灯组，一定程度上拉宽了该车的横向视觉效果。同时在银色镀铬饰条的装饰下，新车的前保险杠的部位以及雾灯区域也变得更加精致。从车身侧面来看，双腰线设计呈现出整车向前俯冲的视觉效果，而位于车身上方的其中一条腰线直接贯穿了整个车身，使整车有种蓄势待发的感觉。此外，车顶行李架是在提供多功能性的同时，还增加了车辆线条的层次感。车尾部分，该车的层次感较强，一条宽大的镀铬饰条横贯车尾两侧的 LED 灯组，与车头的飞翼式格栅遥相呼应，使整体造型更加贴近于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。内饰部分，新车整体上采用了双色搭配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控上采用了大面积木纹饰板，这在同级别车型上并不多见。此外，新车在挡把、杯架、多功能按键等多个方面都采用了镀铬元素进行点缀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视觉的质感。配置方面，继全新一代君威、2018款君越之后，2018款新昂科威同样加入了别克智能驱动科技。此外，新车还标配了全车6气囊 LED 日间行车灯、LED 尾灯、无钥匙进入及一键启动、ANC 主动降噪科技、发动机自动启停、EPB 电子驻车、TPMS 智能胎压监测、倒车雷达、多功能方向盘、定速巡航、双区独立全自动空调、全景天窗、铝合金车顶行李架等配置。